弟子是一名兰州的家庭妇女。我们这边寺院佛前点的都是酥油灯，但这也是母牛众生的奶乳血汗。3000年佛陀时代还没有电，是情有可原。现在电力这样发达，用电用蜡烛植物油来表发度行，要不要再用酥油灯吗？虽说酥油非牛油，但有些人为了赚钱而掺杂牛油，这个是可能的啊。现在假的东西仿冒的太多，你的意见呢不错。佛前面供灯是表法的，像我们这个佛前面也点着一盏油灯，这个不是酥油，这个是植物油。灯象征着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，取这个意思。我们看到这个灯，就想到我们要像灯一样啊，肯牺牲自己，肯帮助别人，所以用灯，用这个蜡烛最容易表发，电灯呢就比较困难，不太容易觉察到。油灯蜡烛是最容易觉察到的，特别是蜡烛，它一直燃到晚，自己舍弃了，照耀别人，为别人服务，取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这个佛所需要的，是佛用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念念不忘舍己为人。是这个意思。